日本英雄劇《蒙面超人 Frosty》深受细路仔欢迎啊，带起一班主角好似福士苍太咁啊，成为新宅偶像。加上电影版攞埋票房冠军，福士苍太火速上位。前排去埋新加坡影埋个处男写真大安子二露点添啊！而当中啊，另一个女主角阿智宝咧都大热起上嚟，于是佢同阿福士苍太选择咗同一条道路，就系影埋写真集啦。本来着住校服个靓妹，突然之间变成咗一个咁成熟可爱嘅形象。其实佢十月份就廿岁牛一噶啦，利用呢本写真集摆脱一下细路仔形象都未尝不可嘅。望下日本嘅艺能界啊，啲年轻偶像都系拍完电影出写真集噶啦，似乎同香港嘅模式都系大同小异嘅啫噃。